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第九节到第十节。我来念，请大家来听。伊甲我讲，有我的恩，你就够了，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进行，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快乐带伫我。第十节，所以我为着基督，也正的软弱、欠缺、困扰、困别，最欢喜，因为我软弱时，反正有快乐；因为我软弱时，反正有快乐。